在开学的份上，我就勉强挑战一下吧。啥？勉强？挑战失败，可是要报真名的哦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任务这么难，我必报无疑呀、啊。话说，这距离开学还有几天啊？要不我送你们一个开学礼吧？嗯。点赞过十万，就来一个御姐变装，纯黑丝的那种哦。还御姐变装？你先赢下这局再说吧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瞧好了，就算本小姐原地不动，照样 KO 你。好，错了，再来。啊！挑战成功，不用报真名喽。切，最后不还是要我帮忙？怎么说，你都得给我一个奖励吧？什么？